别跑了，甭推理。老头，老头啊，你家里吧，别老追我，你要追我，一会儿警察拿我当小偷可就坏了。快点，老头啊，咱别跑了，回家睡会儿觉啊。你说啥呀、啊？你先害臊不你啊啊！真大岁老太太满大街追老头，回家要睡觉，咋的？你荷尔蒙裂变了你呀、啊？去家里。你说，打你退休以后睡过一个好觉吗？啊，白天你不消停，晚上还折腾，人家全社区的灯都灭了，就你瞪俩大眼睛，跟那灯泡子似的。知道的是你得了失眠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祖宗是猫头鹰呢。你见过失眠症吃30多片安眠药睡不着觉的吗？我都洗胃了，也没睡着觉啊。谁说我失眠症啊？老伴儿啊，我也觉着你这病怪呢。你说我这不到处给你淘腾偏方呢吗？可别提那偏方了，上回整一兜子那个药丸子，说是偏方，可好使了，我就吃，连吃6个，别说还挺好使。睡着了，吃饱了。那现在一提就打饱嗝。那这哪个药丸子？老伴儿啊，这回好了，咱儿子今天早上给我一个东西。哎呀，我带来了，啥呀？就这玩意儿，我儿说叫什么摸坡三，对，这是 MP3。对对对，摸坡三，对，行，什么 P3？这玩意儿干啥呢？我儿说了，说这里边是那个催眠大师的最新发明，这里边是有最先进的催眠曲儿。啊，老头，你带上试试。催眠呢？啊。这还能管用吗？你试试呗。呀，声声整炸了。来来来，对对对，好。我爸刚弄死他。啥催眠曲儿？这是他奶奶孙子鸟叔的，我爸刚弄死他。我就听这曲儿，这节奏我一口气能跑3海关呢，你信不信吧？我儿子是要弄死我呀！我儿要弄死我呀！我儿要弄死我呀！又跑了，你干啥去呀？别跑！哎呀，精神精神。自从打你这一离休啊，你说你俩眼一闭就是个睡，这要睡到啥时候是个头呢？过去你不是最喜欢花吗？这回这花园到了，看看，哎，看看这花开的多好。花也不愿意看了。这谁掉地的钱，咱捡还是不捡呢？啊！哎，啥招都想了。这姑娘怎么穿个比基尼就搁花园跑呢？哎，在哪儿呢？这回你咋醒了呢？啊！别人还说你天天昏睡得的是怪病呢，要我说你这就是邪病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呀，让我怎么说你？我们错了，不跑了，不行吗？不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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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吗？跑呗，不跑了，不跑。越老还越长能耐了哈，不跑了，还往树上爬，哎呀，不爬了，不行吗？那树上不有我老家吗？你老家啥时候跑树上去了？话说60年前，一个老鹰在树上睡着了，这时候来了一只小猫，从此诞生了我这只老猫头鹰。赵东，老
看。瞅那人那眼熟。认识啊。那好像是我们单位那贾经理。离休那贾经理。哦，那你快点打个招呼吧。别打招呼。过去我是小员工，人家是经理，我就怕见他，咱赶紧走，要到走，快快。老伴儿，咋这样呢？人家离休，你退休，再咋的他是同事啊，你不打招呼多不礼貌。啊，那是是吧？现在平级了是吧？嗯。打招呼去吧。你还是不老贾吗？哎呀，这老死头的。看不出眉眼高低是不？看人家睡觉没？给人吵醒咋办呢？那我说不打，你非得打，你完你这时候怪我。我都家里。您俩要是真给他吵醒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们呢。你们二位是？啊，那个我老头在你们贾经理手下工作20来年，这我老头王连梦。老头王连梦啊，外号叫迷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老伴经常提起他，说他这个呼噜打的波澜壮阔，气壮山河，迂回婉转，一泻千里呀。你说的是过去，过去。现在不行了，从打退休之后吧，这觉就没了。嗯，现在呀，再想听他打呼噜，只能靠粉红色回忆了。你说呀，我们家老贾从打这一离休，俩眼一闭就是睡。我想推他出来让他精神精神，就给我醒了一眼的功夫。嗯，你说这得睡到啥时候能是个头啊？哎，不能啊！哎，大嫂。过去老贾那家精神头老足了，精力充沛，现在咋能就天天昏睡呢？过去他不是忙工作吗，想睡也没有功夫啊。对，那也是。那时候贾经理是外边事儿得亲自跑，里边事儿亲自跑，厂的事儿得亲自管，完了来客人他得亲自陪。这回啊也该让他亲自好好睡一觉了，他太累了。是。话是这么说呀，那也不能这么永远睡下去呀。那就让他睡呗，那多好啊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得睡到啥时候能是个头。那你说你们在一个公司上班，你这精神头咋挺足的呢？我俩那时候正相反，那时候他精神头足，我老迷糊。那时候总开会嘛，一开会就是什么妇女会、三八大会、什么这追悼会、啥会的，都老贾亲自开嘛。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尊重一条纪律就行。啥纪律？开会时候不允许上厕所。后来我总结出两句话：这经常开会呢，是经理耽误觉，群众耽误尿。那时候你家老头派头足，那西服革履的小背头，那家伙那闻着主持人一报幕，接下来由贾经理贾余汤先生做重要讲话。那家老贾，同志们，老贾醒了，同志们，怨你给吵醒了吧？我也不故意的，你醒。营业员休息了呢，大家安静一下了啊！我要讲话了啊！好啊，那个现在开会啊，我希望大家要对这次会议重视些，是吧？用心去领会会议精神，是不是啊？不需要你们扔在脑袋里融化血液里吧，但最起码要落实到行动上。这还得鼓掌，每回都这么说的。啊！哎哎，那有个胖戴眼镜，你看不着鼓掌啊？这你干啥呢？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啊，不难看出，今天的会议是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，伴随着市场的步伐，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。啊，他的召开是及时的，是具有跨时代历史意义的，啊，不夸张的说啊，今天的会是春天的风，啊，航船的灯，对，夜空的星，啊，
还有树上的鹰。我都记住了。正所谓征程正位有穷妻，不带扬鞭自奔蹄儿啊。啊，为了以饱满的热情、高度的责任感，啊，来对待今天这场重要的会议。一个月来啊，我是辗转反侧，是吧？梦寐以求，翻江倒海，啊，这个心潮澎湃啊，啊，可以说一个声音在呼唤。此时此刻呀，我呢，振振有词，掷地有声，声情并茂的，在我耳边回荡着那什么的诗篇呢？我家老贾也醒了。啊，神了，天方啊，天方啊，老王啊，咱回家睡一觉、啊。潇潇雨天，老贾，抬望眼。多搞笑视频，请加东北妞搞笑视频微信号东北妞2550，每天都会为您发送超级精彩的搞笑视频。支持东北妞搞笑视频，就把欢乐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吧。